兄弟们又来大组了啊，大组标配喜上酒店，大组标配代拍排队，这酒店大组还挺多，书卷一梦没听说过呀。兄弟们刚来酒店出完妆啊，啥都没干，先来吃饭。兄弟们四个菜安排上了啊，鸡蛋羹、豆芽、麻婆豆腐、海带。麻婆豆腐盖饭，搅拌均匀。鸡蛋羹，这里面有肉啊，难得我觉得海带好吃，正常制作海带都没味儿，酸辣味儿的。豆芽没味儿，也不是没味吧，味道有点淡。给它干了。过来吧，都过来，只会走。兄弟们，最后一口，干了！挺香的。这下应该是真的最后一口了。好吃。兄弟们晚上要吃少，打饭热乎，现在盒饭怎么算。兄弟们出发，看看今天什么戏。兄弟们今日公子哥上线啊，重生之我在古代当公子，我的徒弟等着拆迁吗？这个楼买了，这条街买了，这条楼买了。啥路呀？我投钱修了，把这条街包了。五千人的烦恼，买了，这个也买了，这个也买了。五千真烦。今晚就做这个梦。不是也付一下公子哥吗？道具怎么发了一把剑给我？难道我是侠客？拿上空间机。难道给我设定的是日本侠客？拿上空间机吗？我的新郎名前は小さんです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なに？パキエル。重生之我在古代。也怕か。すいません。张氏鱼皮，我能吃十根。古泥肠，我也来个古泥肠。行，兄弟们，快十二点了，吃根淀粉肠提提神。明明就一场戏，硬拍到十二点，精益求精啊！淀粉肠还是不错的。